讲我明仔载就去金矿带去军去。哎呦，我看你恁哥哥未算啊破病，你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的病暂时不要紧，只是我想讲，请问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我要问你，是否你对军营感好？这我就无甲偌详细哩，不过吼，我听内底遐查某囝在讲吼，讲朱福林对军校偌冷淡，你知影？遐军校吼，起一个高楼啊，遐内底布置啊，布置偌好势啦，遐朱福林还阁无欢喜啊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朱福林甲军校，你都变非情到义合咯？嗯，这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。我听高总讲咧讲哦，朱福林哦。无欢喜要过军校，啥？迄是阮军校千方百计用三合的名书去买伊的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安尼，我都希望啊。就是上佳好的证明，凭我的心思、才能，搁着家世，一定会当永保富贵，繁华不尽。那不过，我担心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。想过头忝，来，我扶你到咱个绿竹楼歇睏。
君侯。先生，这个讲讲，我今日要金光红来拜见君侯。哦，等一下，孙先生若是来，就请伊在咧清凉台顶小等一下。嘿嘿，是。看来君侯对朱夫人愈来愈宠爱，我实情不应该去帮助朱夫人，我嘛不愿意去，我哪会去扶一个倒的，顶爷戆头脑。林官爹，你家己一个人看这细细念，是伫念什么？无啥货，啊对了，哎，孙先生啊，阮君侯咧讲好，请你在青龙台顶请等，伊马上就来。那呢，你免招呼我，无就做你。哎，是。拜见夫人。哼，无你是啥物咧？早生咧晚生啊？卖到老相鬼。无聊。就是下心，我也当你。嘿，无啊，你现在愈来愈好大胆嘞，愈讲愈不是款，我马上叫人将你的脚割了断。小薇，咱来去聊代志，咱来去。啊，唔过，你大概是军校的人客，咱来细数零零，唔通去聊红包，行。我笑，而且我无生气。看来，我的希望是愈来愈大。你来会唔是要找这个用的？不如带走。那你放下，伊就想可怜。终于心爱的店老婆婆老婆你孙先生没来了，你跟君侯在青龙台顶在喝酒，你若将孙先生打出两边，他也没办法带人来。那孙先生是什么时候才要去见到王？不紧哦，今天是君侯特别请他来了。我听说还有重要的事要拜托孙先生做。一定跟着王有关，那我的计划一定会当成功。文强已经真久无见着赵慧慧了，唔知人家是谁无用心呢？哦，安尼听起来殿下唔对，也唔知影赵总伊就咧无用什么哦。也那安尼哦，可能咱全洛阳城只有殿下你一个人也唔知哦。
哦，替我处理，本宫才不相信我家己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。殿下，你那是不相信呐、啊？老身用个证明给你看。赵将军，你这个就紧讲，讲我赵忠义这个到底是咧无用什么啊？这龙亲啊，那无你是指对一方面啊？哎呀，赵将军呐、啊，那当然是指迄个洪流温书迄代志啊。哦，赵的位有洪流温书，为什么本宫一点个都唔知呀、啊？这就对啊，殿下，你嘛承认过，你唔知无？赵庄，你是不是演讲哦？本宫听看卖啊。这，哎呦，赵将军，你这你讲无妨啊！啊，只顾大家哦，你开讲了嘛？你讲这件代志，你还知影呢？讲有趣味的代志哦，听落会长气收哦。既然殿下爱我讲，微臣最好将知影拢讲予殿下听咯。你就睡啦。传闻而已，并无看过啊。都对，哪讲到这点哦，迄老师是上生气啦。人本来这个赵庄哦是一个足慷慨的人呢，迄独独甲他对这个历史吼，迄安尼高调调去甲参个高楼上，唔肯让人看呢。连老师嘛，甲今仔日都甲他听到名声，无看到人影啦。俗语伫咧讲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只是听到名声，看未到人影，实在是太遗憾了。对，安尼讲有道理，实在真遗憾啊，真遗憾啊！你是参见皇，参见皇上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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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嘛都该看水查某，迄赵忠义内底有水查某。看见家己的人在欣赏，那实在足无道理，足无道理的呢。皇上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嘛足想要看。因今日就选你进宫来给我看。来来来来。今仔日是不醉不归啊，君爷，我是海龙呢，在一日三更，夜店不该歇的。哦，那，先生既是海龙，那呢必定是高油应受的好人才哦。这当然咯、哦。真侪网球场上的好地，我时常拢嘛伫咧行动，互亲眷关，什么人唔好我顺受咧？先生既然这么自信，那迄本局就要请先生来替本局铺路，做一个承尖引线的使者。温柔爱在下做什么？请情官面试查看。
代志是安尼？幸福的中啊，在林口有意要来联络上铁狗，玉兔先生哦，龙虾狗在转的心里。阮就毋是有讲过啊，今仔日甲孙先生伫咧饮酒，什么人我都无爱见，你著去甲伊讲，我无伫咧金国园啊。无啦，桂娥啊，伊讲啥有重要急事，要向君侯禀报啊。重要的急事？啊，君侯，既然若够有急事，君侯就请随便。唔定我是金国园熟识人去，嘛敢若家己的人共款，千万唔当为着我哩耽误大事啊！既然先生若是无见怪，也安尼本就着小离开一下，等一下才倒转来甲先生商量啊！姑娘，请随便。赵将军，你闪开！我，赵将军，请你闪开！我教的是在军校的剑法，袂用的，袂用的，这金就我的死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既然将这水加林，凊彩两句就给送了，哎呀，足怕算的。是啊，想袂到赵姑娘是这么慷慨的人。丈夫，你的大恩不敢言谢，我赵庄绝对不敢忘却今仔日的恩义啊。姑娘，将伊爱妾天香送予伊赵将军。在姑娘肯定了，只要立足若甲我前到伊啊，姑娘不一定会先转我。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，将玉鼎送来去立足啦，让我的心上人立足，何所前香？什么？皇上要宣召立足进宫？所以我才赶紧来同阮报信，希望军方赶紧释放伊。去有处理，哪有军方宣召大臣直接进宫的道理呢？军兄，你也毋是毋知皇上的个性，在了皇上的面前，哪有甚物道理通我讲呢？电话无，电话甲接收伊，然后今仔日的处境啊。